大强，怎么了？想问你个事儿。就是说，你现在女朋友是不是我的话？然后你误解我了。你会出轨吗？我不会啊，我道德底线那么强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呢？那你是觉得我没有魅力吗？不是，你有魅力啊，但是吧，就是处对象这个事儿吧，那你不得作为男人得从一而终吗？是不是？你不能花心呢、我是一个挺传统的一个男人。不快不快你宝贝儿，你听我说啊，不背叛你是我的底线，但是我的对象不是，是我这辈子的遗憾。小嘴还挺会说、那人不都有七情六欲吗？都是视觉动物，万一你以后遇到比我更好看的呢？哎，你知道什么是七情什么是六欲吗？我觉得不是很好看。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，每个字都代表一种情绪。那六欲呢？六欲就是六种欲望啊，你像食欲、情欲、占有欲、求知欲和爱欲，这些欲望每个人都有啊。还有一个呢？不是六欲吗？还差一个。最后一个欲望就是埋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欲望，这个欲望可能会干扰到其他的欲望，比如说我现在很想吃，但是最近在减肥，所以我就停止了这个欲望。再比如说我看到一片海，我觉得这个海很美，但我不会游泳，所以我就停止了这个欲望。再比如说我将来遇到了一个可能比你更好看更美丽的女孩，但是我想到了你，我也会马上停止这个欲望。就你会说。行，那起床吧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困。起来，酒来着了。不是，都几点了，你还困啊？哎，我就困，把窗帘拉上。